天马这什么？噔噔噔噔，一、二、三，为什么香蕉？为什么今天就拍多一个香蕉给你们看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个香蕉呢，今天我买个香蕉呢，跟以前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香港没得买的，因为去香港没有吃过这种香蕉的。新加坡啊，马来西亚才有。为什么用那种香蕉？那种香蕉呢？它很薄皮的，那皮很薄很薄的，所以它的形状呢，你认一下，很难买的。吃起来熟了都吃好，好像吃芒果这样的。就是因为它有那个特别，我觉得它很好吃，不会很甜，带一种酸的、酸酸的味道。咁啊，然后呢，你买回来的时候，你敢，最轻啦，因为我没办法，我看到它，哎呦，最轻的了，没所谓了，咁啊，后果熟得很厉害嗰种啦，咁啊，然后呢，买回来的时候，因为什么我不喜欢丢起来呢？丢起来它的胶啊，好像有蚊子啊、蚂蚁啊，蚊子、苍蝇啊，咁啊，喺用呢度熟了咗之后呢，整条好像。将它拉住，呢度好像拉到烂掉这样，所以我买回来咧就喜欢这样放啊，放到它啦。嗱，譬如说咧，你买回来的时候，如果不要包保鲜啊，然后咧我就盖住嚟，咁啊盖到它变成黄色，取来包住它。为什么我这个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它可以防止蚊子啊、苍蝇啊，尤其是你蚂蚁，你包住咗之后，这样可能有蚂蚁的，没关系，很快包到旺旺的。当你包到啊，咁啊，盖住嚟旺旺啦 ，OK。咁啊，然后旺旺咗之后咧，咁啊，然后咧拿两条 T 恤，三条也可以啊，都咧旺了啦。哎，我唔怕对你们说啊。我唔怕对你做啊！我最怕最市场的看到一个 anti 黄香蕉的时候，它黄很黄的，很黄的。咁啊，然后我就告诉他啊，不需要太黄的，我喜欢清清的。嗱，我现在包好给你们吃啦。咁我告诉这个 anti， 我就告诉他，你买香蕉啦，嗱，可以买到这个清的。也可以黄的，就包到这个，等到它黄黄了啊。咁啊，然后呢，我盖住来包住来。为什么我要包住来呢？蚂蚁都不敢走来吃的。当你清的时候，好像这个清清的时候，当然不可以包啦，一定要等到这个黄黄出来包住来。蚂蚁都不敢跑过来啊，都是当你包住来。啲时候蚂蚁不敢跑过来嘅，咁啊，我有个 idea 嘅，我有跟佢讲，你用我这个方法，我相信你闭起眼睛吃的时候，你就说，好像吃芒果一样啊。个 idea 听着很开心，这个 idea 就问我，你可以用报纸吗？我不可以用报纸，也不可以用那种塑胶嗰种。plastic 嗰种 T 恤也不可以，完全系啊呢种毛巾的T 恤啊，毛巾也可以，透气啦一定要。咁啊，当你包好咗之后咧，咁啊包好咗之后咧，当你打开的时候咧，你就知道你条主粮就是这个方法。我所以告诉这个 Andy， 如果你用呢这个方法。它新的，买回来的时候包到黄黄啦，可能你时间控制不好咧，它不够熟，你包住咧可能爽的，吃了爽口的，不会冷冷的，软软的，不会的，都没问题，它不会解口的，好像吃番薯这样，吃苹果这样，没关系，它爽口的，最后你就等到它黄黄出来包比较。软软啦，吃起来你试一下，因为你没有包跟包咧系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当我咧以前咧，我买啲大树菠萝的时候咧，浪费很多很多，就是用呢个方法
先至用到香蕉，有哪几种出乜可以水果可以啦？嗱，一般来说咧，我说几种给你听。第一，大树菠萝，还有榴莲都可以，不可以包这么多天啦，榴莲一天几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因为它会出水的，榴莲比较麻烦的。还有 tomato 那种番茄，番茄也可以包，你不用放冰球这么麻烦嘛，你这冰球放这么多东西，你现在买东西出去也是不像以前一点点就买东西，现在出去很麻烦，所以你买了那种番茄没给它烂啦，要比较还新鲜啦，你买回来的时候它没有烂的红了，那么然后呢用这个方法，也是用这个方法包出来，包出来因为以前呢我包的时候我没有用到这个，后来我有一次呢，因为我家里很多东西嘛，其实我家里的东西是一种发明一种方法来的，没有这个东西我看到我拧紧了来呢，最近的新发明用这个比较好，因为当你清也好熟也好，这样盖住它就不会有蚂蚁，又不会有蚊子，又不会有那种苍蝇，那么然后呢，为什么我说它为什么这么好呢，盖住来主要就是因为以前你们买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是挂住不好，因为挂住呢它的粒呢都很容易破掉拖出来，如果我拿一个盘子装住一边，给它没给一种拉力，拉的那个头很紧，它熟得很美很美很美，所以我对个安提说，当他走的时候我就告诉他，当你切我的香蕉，你一生一世都记得我这个好方法，记得我的了，林平方好像你闭着眼睛去，为什么闭着眼睛啊？好像去芒果这样啊！不过香港可能买不到，没办法啦。如果你去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就有了啊。OK， 祝你们成功！